给老婆做的第312顿饭，芒果山文鱼盖饭。狼哥，你吃什么？给你来一个夏天非常解暑的芒果三文鱼盖饭。我最爱吃三文鱼了，我就知道今天去市场给我买三文鱼有好事儿。教你怎么剔芒果肉，找到比较偏的位置，不要切正中间，一刀切一，慢慢摸索。哎，没有核，没有核，一刀切断。哎，更好，中间怎么办呢？不要浪费。香不香？芒果真甜。哎呀，老公，我真的虐待你了吗？自己看吧。切小方块儿。嗯，把它直接翻过来。哎呀，芒果开花。拿刀把它切下来。然后剩下皮，老公啃一下。当个人吧，啊。真可怜呀。吃芒果麻烦，每个人吃芒果都得洗脸。你把这个啃完再一块儿洗呗，多浪费水。对不起，我这人多少有点没素质，看着就甜，包含着老公的爱。没有手撕醋，拿苹果醋。糊弄我的老男人。放多了有点酸，不呛人。你是人吗？你不吃你就这么整我？把芒果给它放上去，然后拿出一点点沙拉。这个酱吧，其实就是糊弄糊弄就可以了。你这也太糊弄了。然后放三文鱼，看着就香。小猫来吃鱼了。我刚喂了它一会儿。你都没喂我。你不是不吃吗？不吃是不吃，但你不能不喂。细节打败爱情。爱情。你把一个黄天鹅鸡蛋。哦，撒上我们的灵魂小芝麻，神仙美味，兄弟们，三文鱼芒果盖饭。哎呀，呼呼呼呼，这就是我的最爱吧。爱你哟。听我说谢谢你，因为有你每天吃开心。这哪个喜欢三文鱼的看着不迷糊？快乐是什么？快乐就是这口三文鱼芒果拌饭。又香又甜，超好吃，有芒果在里面还不腻，就是三文鱼哪怕是里面加了沙酱都不会觉得腻，超级香。老公，你是我的神。滚蛋。我看杭州这边好多饭店都有这个盖饭，喜欢三文鱼的一定要试一试，太好吃了，巨香，绝了绝了，可是拿个的。